我想了很久，还是决定把张万森的日记本给你。我叫林北星，射手座，学习一般，性格马马虎虎。我叫张万森，高一八班。我知道你，巨蟹座，是个跳级小天才，永远的年级第一，笑起来很好看。 你深海上的烟火，我是浪花的泡沫。某一刻，你的光照亮了我。陆雨晴，我后悔了，你是男人，不要走。耀眼的让人想哭。我是追逐着你的眼眸，总在孤单时候眺望夜空。 这么高兴啊！是第一次跟男朋友来动物园吗？男朋友，在你身后啊。你看我多么渺小一个我，因为你有梦可做。也许你不会为我停留。全世界在哪儿？全世界在你的身后，在你的过去。 我喜欢你。因为小时候那点破事，你一直缠着我，有意思吗？只要我们说出那句“我喜欢你”，时候就会结束，我们就注定不会在一起。这一刻，我才明白，他早就打下了那句“我喜欢你”。 自己带来了更多的时间。21年、2年、3年又是什么？我现在对他每一步的靠近，都是在给他希望，给他提前说出那句“我喜欢你”的契机。我越不想让他失望，我们的结局就越没有改变的可能。 我现在能做的，是不是只能离他远一点，再远一点？如果结束这一切，必须有谁要牺牲，那么这一次就换我来吧。就算牺牲自己，也一定要保护好你，不能让你再受到伤害。对不起，我希望这一次。 如果以前的我回头看，是不是你就不会有这些遗憾？可为什么给了我机会？我们就还是结束了。你决定要出国了吗？你之前不都说得很清楚了吗？出国不出国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为什么你总是跑在我前面？ 我喜欢你。
现在想起来，那时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对你说，你好，林北星，我叫张万森。